赛毕竟还没有结束。这个球打成了一个游击方向，不会又双杀打吧？哎呦喂呀，传偏了，主要还掉两分，本来还掉两分，有点被跑者似乎干扰到，封杀的一列往二列跑的跑者，但是这个守备的失误呢，让义大呢追回两分。手刘玉成，来看一下两个人的配合，球没有拿住了，球没有拿好，所以人来了，球没有拿好，就比较不是那么顺畅，穿偏掉。我的时间上看起来是蛮有机会，刘玉成这个球穿得还不错，主要是接球拿球的过程当中耽误了时间。